房里来！救命！老公！干嘛？干嘛？赶紧来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我的老婆，黄连花一辈子跟两个人驴走了。你不认识他？我认识，他把我腿打断了。那你赶快报警，我给你去追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赶快！来了，老板，售后怎么样？转一圈，我验一下货。放开我了！哎呀，行，就我。你胖是吗？老板，这个牛前凸后又翘的，肯定老板喜欢。没有尾巴是吧？没有，放心，我们都是肯定没有尾巴的。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，不然这个是杀头之罪。我们做官做手，点好了，这个是300,000啊！谁？谁呀、啊？荒山野岭的，他怎么会来这里了？刚才打那个她老公的时候，有一个追过来。这个把尾巴给带过来了，干什么吃了你？不办。他那个估计也卖了100,000，把钱给我，把他放倒了，给你加20,000，我先拿着。奉劝你们一句，现在给个机会你们，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马你妹！啊啊啊啊啊！这么不经打啊你！我记下。呀呀啊啊啊啊！哎，你个臭保安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要多管闲事。那个女人今天我要定了，今天你挡我财路，就是取你的狗命。我劝你，现在自己去，至少减轻你们的罪行。机会是给过你了，如果你不珍惜，那等下我乖乖的送你进去，让你蹲一辈子，把牢底给坐穿。今天你教我做事是吧？那不可能，这一块，我就是王，就是法。再说了，像你这个保安，一个人才几个钱，指点你这么跟我们这些人拼命吗？啊！我几个钱关你鸟事啊！只要你不干这种事情，你一个月赚10万8万的，我都不会扎足。今天你做人做到我们村里面的人的，那你就是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行了，我刚才说放你一马，你不走。按照我们的规矩，但凡看到我们脸的人都要把他给捉了，要么就把他给废了，死了埋了。你有本事就试一下。今天我把你一块打倒在这里，看你细脖子细腿的，把你打到跪地喊牛，姑爹求娘的。等下谁满地找牙还不知道呢。搞偷袭是吧？你大娘的，我操！谁搞偷袭啊？是你们这种人，有手有脚，不关其权的。大哥，没事吧？我还能打，还能打。我跟你们浪费那个力气，啊、我还不如直接把你们废了。啊！我的腿。你这个臭女人下手这么狠，你这个美女也是长得一表人才，还跟他们干这种勾当事情啊！过来，蹲下！我的娘，干什么吃啊你？你还带她回来干嘛？啊，妹妹，你出去叫人啊！谢谢你啊，没事，帮我逮着她。没事，我就走了。走啊哈，还想走？你感觉今天被我逮上了，你还有机会可走吗？啊！你不是说没事的吗？啊！包里有钱，都是你的。这种黑心钱我不夸，我夸了我对不起我列祖列宗。我身为一个中国人，我就不会用这些黑心钱。行了，今天人也没砸到，你放我们两脚。放我们人不要了。对，不要了。有钱难使鬼推磨，人都回来还给钱干干嘛？我们的这个钱，你以为是不大风过来的？不给。放你们还要让你们去祸害人间吗？哈！今天你立功了，你去找尊家，给你升职加薪，我们没什么事。走。要立功也要立个头等功，把你们升职了才有啊！
你们跑了，我怎么领奖状啊？哈，这是不是？这样，我看你也骨骼精髓了，要不你加入我们团队？加入你们了，一个月给我多少钱？保守给你两万打底。两万？对。哇，好多钱呐、啊！你就给我们当保镖。对。卖了几个？这个能管你加入我们？你先告诉我卖了几个先嘛。多了啊，数都数不清，数都不数不清。要不是我们团队刚才说那么多干嘛、哦？原来是惯犯啊你们！哎，我现在放你们出去，你们又让别人家庭破碎，妻离子散。你这个别不识好歹呀、啊！有钱你不管我们问，你就偏偏在这里搞，这条村当一条狗，知道你这么卖命吗？嘴巴放干净点，什么一条狗？正义的保安啊！给我记着啦！挣一直几个钱，能当饭吃吗？要钱不要王八蛋！你这人也是长得一表人才，还跟他们出来祸害人间，背打我的人也不知道你们爹妈生你们出来教你们了没有？富贵险中求，哎，还富贵险中求是吗？等下我要你进去里面把老底给坐穿吃馒头，起来！别别别！别别别！你要但凡要把我们送进去，你信不信？我从里面叫人在外面报复你。我们有的是钱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但凡有个人他会干，出来琢磨你。有本事你就叫来！现在是法治社会，那些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。你不怕被遭报复是吧？我怕啥？你觉得我把你们逮到了，我还会跟你们说我好怕怕吗？哈！起来！给我去警察局！啊，我不去啊，大哥，不去，我不去，我还没叫人。大哥，我也不去，不去。等一下，我把你狗腿也给打废，让你出来，顶多也就成一个废物，嫁都嫁不出去，成一个寡妇。行了，我再，我再也不干，我发誓。对，我发誓，我发誓，我双手发誓。你们发誓，十句不知道有八句是假的呢。人家都说做难改，善莫大焉。凡事留一线，六耳相见。你就放了我们这几条狗命，不去是不是？我机会是给你们的，等一下我把你们打得成肉饼去。起来！别！走！钱都给你，好吧？那些赃款拿去跟警察说。不行。